对，陈老师跟我们说出了个词儿，说为什么越活越年轻？嗯，他欲望强。嗯，您觉得这很重要吗？这很重要。嗯，当然，当然，但是欲望可以是多种多方面的啊，多维度的，嗯、不只是物质的，也不只是工作的。但是您一定听说过，就最近这两年呢、啊，这个这个聊的很多的，日本有一本著作叫做《低欲望社会》。 嗯，就是他，就是从这个消费经济这个现象啊，就说日本现在的年轻一代人叫做这个低欲啊，我吃碗拉面就行了，生活叫最简单，我不要车啊，看见什么法拉利看都不看一眼，哎、嗯呃，我住最小的房子，嗯，然后我满足于，甚至于到了哪种程度，我是个科员啊，啊，我一点儿也不想当科长。 就日本会有那样提拔你当经理啊？嗯、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这样挺好。但是那个主任、嗯、啊，经理要负很大的责任呐、啊。我我不想这样。嗯，那您说像这种是不是会导致经济萎缩呢？你就像我自己，可以说，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、嗯、啊。我对赚钱有兴趣，但是呢，不是那么大啊。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，呃，我赚的钱到底是我自己花还是给我太太和小孩花？哈、啊。 就我自己也没想清楚，因为对于这个物质花费这些方面，欲望还是比较低的。他们会替你想，他们知道 <laughs> 我想，用<你>不用，不但是呢，啊、但是我能花的钱，<对>不管是买衣服啊、吃饭啊、呃、车啊 <laughs> 等等，我真的没那么大的兴趣。我我的我的我想要说的一点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按照通常的这个、这个、这个俗的那个标准去看的话，去判断的话。 就陈志武这个人是地狱的人，嗯哼，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。嗯啊、我的那个追起，当然我现在最感兴趣的，比如说用量化的方法去研究历史的问题，嗯、<哼>然后呢，要让更多的年轻的学者都加入我们这个行列来，所以这个是我最让我最刺激、最兴奋的地方。 所以这个东西就看你。实际上，您欲望欲望在别处，是吧？别处挺强的。对、啊，所以日本其实低欲望社会出来那个那个讨论，那个书哈，还有另外一个词，可能在华语世界稍稍有人提到，在台湾哈，没有很大讨论，说不是低欲望，是异怪异的异啊，差异的异异欲望社会。所以、呃、陈老师那个对啊，研究你自己心中的研究的题目，你欲望比谁都大嘛。 对不对？你可以为了他不睡觉、不吃饭，钱都交给老婆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那样太危险了，也也也太伟大。不是，那那那那只能说明他老婆的欲望太强了。我我想我想就是跟进刚才文涛讲那个事儿啊，就是因为日本这个情况很特别，我觉得，呃，在发达国家之间，当然也有一些部分北欧欧欧陆的国家也会有这个情况，美国现在也开始有，但日本比较强烈的是什么呢？就他一方面。 人，我们知道他过去八十年代、七八十年代的时候，他就有点东京，就有点像现在的北京、上海，嗯，就是满大街的那个 OL 办公室白小白领女生都在背名牌包，对，整个社会追逐名牌，乃至于当年你在亚洲要买这些所谓的欧陆名牌，那最好的地方就是日本。那到了今天呢，东京仍然可能是全世界你消费来讲，你要买东西的话，它是最多选择的地方。 可是另一方面呢，它同时社会上出现很多人，而且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时尚潮流。我觉得这个最独独特。我们知道所有的那种潮流媒体、时尚杂志，都在每天每一期、每个月给你提供的是各种消费讯息。对，你要买什么衣服好，你家里面要添个什么，你会更幸福。但是日本的现在这些时尚杂志，它会鼓吹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这几年都听说过的断舍离。嗯，不是有一个女孩子？ 现在红到美国去了，他那本书在美国的亚马逊排行榜都在前十名内。专门教人丢东西，<laughs> 对不对？专门教人怎么样清理家、整理术嘛，对不对？对,对对。把你家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，不连过去跟同学拍的老照片、男女朋友写的信全都丢掉，然后呢，剩下最少的东西。那么，当你剩下的东西这么少，你觉得我的生活好轻松、好简单。 那么再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他就告诉你，你现在买东西的欲望就会减少了，你会活得更幸福。然后又有一些人呢，是怎么样的？我见过一个过去九十年代的日本的一个潮流教主啊，就是那种达人啊，专教人买衣服，买什么牌子好的人。现在变成什么状态？他写书出来说他的生活，他只剩下七件衬衫，一个礼拜一天穿一件，然后穿了四五年了，然后。 跟着整个家，他他过去给人拍他的家，因为他潮流教主啊，满家都是东西，然后也是美轮美奂，很有品位。现在他公开他家的照片，那是家徒四壁啊，就真的像无印良品那种了，<对>你知道吧？就是整个家是白的，<laughs> 白墙白桌子。那现在他们追求这个，这个变成潮流，那于是很多人就说，日本这个社会啊，之所以近几年一直在提倡说要靠内需带动经济，一直带动不起来，一直有问题。 你觉得这个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吗？啊，um, 当然有一一定程度上有一点关系啊，但是总体来说，我倒是觉得日本社会总体上呢是太单调了，它整个文化过于保守，对于个人的那个，呃，个人主义的追求，呃，这个境界还还不到位的啊，嗯、因为其实你说美国，从那个收入水平，然后其他的物质供给方方面面。 也完全可以让他们变成所谓的低欲社会，嗯，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不到美国社会真的有那么多的人，嗯，没有干劲，然后那个欲望那么低，不是这样子，嗯，关键在于就是说，他整个社会鼓励的是你每一个人，你就是你，你有你的个性，你有你个人的权利，有你个人的这个追求，不要去什么都跟风。 啊、呃，你实际上你要太跟风的话，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啊、呃，没有你的，没有你存在的价值、啊嗯嗯嗯、可是说回话说回头啊，断舍离那些哈、啊，潮流教主，我听到一些年轻人的说法是说，那你也总得先有才能断啊，才 <laughs> 能舍才能离啊。就像偶尔我也这样跟我老婆说，她经常说家辉，你开什么跑车啊？ 周润发的坐大地铁、炸公车，真的。我说是啊，问题是周润发知道他不坐公车的时候，他坐私人飞机也可以，而且他曾经拥有什么 Rolls Royce 这个那个哈。嗯、你知道他，你有选择。当你一个社会有选择，或者说你有信心哈，你有选择的时候。 我觉得断舍离可能说的比较容易啊。今天丢掉，我要买。嗯、已经到了一个富裕社会了，呃、我可以买你。你说的还真是，但是呢，我前两天呢看了一篇文章，这人是中国的一个留学生。哎，我觉得我看了他的，我才明白到日本不是一直这样的，嗯、是不是有点繁华落尽归于平淡？嗯、就是因为他讲他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留学去日本的，嗯嗯、他说那个时候我看到。啊。 就是那个垃圾啊，就所有人家门前那个垃圾啊，都是八成新的冰箱，那就是八成新的冰箱就被扔掉了。然后他说，呃，到别人家里做客，那个东西多到啊，他说你坐在榻榻米上都要担心怕碰到了他家里的什么录音机、摄像机、电视机什么机，全是那么多的东西。然后他说，但是呢，我亲眼看到了这么多年，他是觉得日本现在这样也挺好。 他说：“你看，我现在在去日本呢，我突然发现街上变得非常减速了，也没有说什么到处丢弃的这种半成新的电视机啊、冰箱啊，甚至垃圾桶都变少了。就像说的，哎，这儿倡导的是无印良品，就说最简单的、没有颜色的、没有花样的这个，它形成了一种美学。哎，就整个社会觉得啊，不要买多余的东西。嗯，哎，他就觉得这样，呃，其实他倒觉得挺好。” 但是您说陈教授，这要从你们经济学家的角度上来看，嗯、这样的社会，这个这个经济算没活力呢？有活力呢？还是人民生活幸福吗？我觉得还是这样的社会有活力，也是只要他们自己幸福就可以。其实，呃，尤其是我知道在中国的经济学家，普遍的追求的是啊、呃、GDP 快速的增长，总要在增长，要百分之十。 百分之八，至少要百分之七。嗯，其实我是觉得，呃，当然，因为中国原来是那么久那么多世纪啊，嗯、温饱都没解决，嗯、物质总是短缺的，嗯、所以我们总是想要做更多，嗯、啊，要有更多的东西，更多的钱，家里面什么东西都装得满满的哈、嗯。呃，其实这个到最后啊、呃，到当当收入和物质供给啊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。 呃，还是每个人个人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嗯、所以我就觉得，按照呃中国的习惯来看的话，好像你没有增长。像日本这样的社会，不只是低欲望，嗯、而是低增长，非常的消沉，嗯、没有出息了啊。然后欧洲也是这样子啊，嗯、你看看欧洲的。 西欧 <OK, S 2> 的西欧的 GDP 增长速度一个两个百分点，啊、那算什么？其实我想一想，不叫增长，啊、中对对啊，按照中国的标准是不叫增长的哈、嗯啊。所以很多的国内的那个经济学家就总说啊，你们啊，英国、你们法国人、啊、德国人啊，怎么那么没有追求、没有欲望嘛？颓、啊、了。啊、其实我是觉得他们生活的很好，嗯、啊，已经这么好了以后。 那那那非得要、啊、工作的那么勤奋，呃，总是每天啊，像那个火炉啊、火桶一样的，烧得很旺就烧得很旺，<对>那个，太大、啊、到最后的话，嗯、可能把自己的寿命啊都弄得很短、啊，呃，所以我就是看到，比如说像香港啊，可能也是很多的，嗯、特别内地人，觉得香港现在啊这么消沉，什么增长也比较难了、啊，然后这个也贵，那个也贵，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收入啊，这个增长前景。 但是像香港的人均寿命啊，现在是世界最高的地方对。对对，<以>你说香港啊，那一点不好。香港人怎么这么能活呢？我作<就>为香港人，必须在这里那个发表意见。<laughs> 香港的平，呃，当然是个人感觉哈，我们没做调查。呃，生命那么高，是因为那个维持生命的技术太好了。 要 <laughs> 不然你死不了啊，基本上让你死不了啊，呃，基本上公立医院你大概 OK，可以维持你的生命。那还是经济学家来提振一下香港、哎。你你就您又怎么解释？您比如说，如果说啊这样一种生活也不错的话，但是过去咱们讲百业萧条是不是个不幸的事儿？你比如说，比如我在台湾就看到旅游业的人就不干了。 说不让大陆游客来了，那我们这吃什么喝什么，就是经济不行了，失业率也高了。香港好像也是整天抱怨这经济没活力，呃呃，包括你看日本社会，他们说这个所谓安倍经济学嘛，提出都好几年了，嗯嗯、似乎也没有见到。哎，难道有有好转一点？呃、所以我说您这不像经济学家，<对>难道说经济学家不是觉得往上往上？ 要牛嘛？难道要熊市才好吗？对对，我我我我说的是可以往上啊，但是呢，这个靠什么往上？这个内容啊要发，结构啊要发生变化的。实际上，中国人原来因为那个物质短缺啊是一个常态，所以总是要那、这个百业要兴旺了因为你要不兴旺，那物质本来就少啊，那<对>那那,那这个不兴旺，那不是更加没有了吗？嗯、人怎么活是吧？ 呃，但是到后来，到了二十世纪，像现在每年那个中国，不要说啊网、呃、线下的啊线上的，嗯，那个新的小说啊、呃，几十万，可能几百万、几千万的，而且类别也非常多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不仅仅我们那个 GDP 比原来大多了，但是实际上就文化消费的那个组合，嗯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啊、嗯，包括。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节目是吧？对，像原来的话是是没有这些消费的内容的，是、嗯、是文化节目呃的消费、嗯。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把那、这个，我们应该要把呃这个欲望的这个定义的范围啊，嗯、要拓展很多。否则的话，因为毕竟我们要记住一个基本的这个基于生理、嗯、生物的这个现实，我们每天就三顿饭了、啊、哈。 你吸收的这个吃东西啊，不要超过三千卡路里的热量，超过三千卡路里，你就会长胖的。嗯、那这个、啊、你就是这么瘦下来的，对、嗯、吧？嗯、对三千卡路里热量的上限，一天三顿饭。比如说李嘉诚啊，他是曾经是华人首富，现在马化腾是华人首富啊。你说他有几两三千万啊？不，两三千亿的个人资产以后，你说他？ 一一天吃多少顿饭呢？也是三顿饭、啊、<coughs> 那那您说我有钱了，<coughs> 想想有个游艇，这是过分吗？啊，这不过分。呃、啊，那比如说刺激人往这方面追求，对，是好还是不好？啊，这是好 <coughs>，这是好。但是时间 <coughs> 就是我我我我可能会觉得奇怪，<coughs> 那个那个你要自己要花很多的精力啊，去找人去帮你把游艇去维护啊等等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去租一个游艇。 那不是更经济学家会算账。但但是这个东西，如果有人他非得他买了游艇，他就高兴；买了私人的飞机，让他觉得哇，今天很满足，又更满足了，又更有有刺激的地方，有兴奋的地方，那也也蛮好的。我我有个这个富豪朋友，现在就是把他这个私人飞机气死了，他就说。 通过这个私人飞机，我买了。我想飞的时候都飞不了，因为你都要事先申请航线。<laughs> 是，我不想飞的时候，他老打电话来，哎，你是不是要飞一趟？他花那么多钱，嗯、他现在甚至觉得、呃，不如把我们几个有私人飞机的合组一个公司。嗯、现在是有对，平常就、哎、就就就出租了，<对>或者还是怎么样、哎？是，现在有专门的公司专门干这件事儿。但是我想说，回头啊，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低欲望，它其实不只是日本的一个现象，欧洲也越来越越明显。 在我在丹麦的时候，就看到车街上的车啊，有些人开奔驰，他那个奔驰跟别的地方的奔驰或者一些名牌车，反正那种名牌车不管什么牌子也好，它前头那个车顶的那个呃车头盖上不都有个标吗？那个标有的是立起来的吗？不是特别酷吗？就你觉得一撞就那个东西就把你撞死的那种标，他很多把那个给拆了，我就一开始是以为他们撞得太猛，老把那个那个标给撞了。<laughs> 后来我发现他们是故意把它拔了，就买了一个好车、名牌车回来，把那个标拔了。他觉得太炫耀了。他觉得太炫耀，他觉得太张扬，那变成一个习惯，就这你就觉得很奇怪。那你买这个车干嘛？他说我买这个车不是为了让人看我这个车是名牌，所以我觉得是开起来挺好。可是假如那个车哈、啊嗯、普遍的话，不应该不存在这种心理。 说起了奔驰，我每次去德国、去欧洲，我心里特开出租车都是嘛？对呀、啊，嗯、我们在香港传了一笔钱买，<laughs> 在欧洲的出租车都是。别说德国，嗯、我刚来到我们是大深圳，嗯、我在我们这摄影棚门口看到一辆车，跟我太太，呃，奔驰，然后旁边写着一个。 呃，牌子挂着一个牌，写着“买菜用”，因为 <laughs>、啊、我们是、啊、我对我说我在、哦、看深圳多有钱，<laughs> 买菜用这，<laughs> 你出去看看，<laughs> 我不晓得为为什么哪个大户人家几辆车，<laughs> 指明叫买菜用而已啊，那不是买菜用什么？嗯啊、所以我就,是我,我就说，所以他们那种低欲望啊，或者是要节制欲望，现在而且还得到一。 种呃很深的一种伦理证据的支持，伦理论证的支持是什么呢？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消费过度是一个呃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的，呃，比如说现在我听到他们很多人有这种批评。第一，那先不用讲环境问题，比如说垃圾过多，那么这是一个环境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去看常常被消费过度过或者过度买了太多的东西，是一些被廉价的东西。 所以现在你知道很多人，比如说以前大家现在都会流行买那种啊、呃、叫快闪时装嘛，嗯，就是快时装嘛，或者说是那种呃很廉价的、不断的每个月出新款的那种牌子，现在被很多人唾弃，是因为认为它很便宜，但是那个便宜背后的环境代价跟社会成本太高，那所以他们要抵制这个东西，他们认为买的越少，这个人活得越健康，而且越道德。 那么现在有越来越多是这样的讲法，包括在美国都很流行。那这些讲法都在鼓吹大家要压抑这种消费的动力。那这个东西，呃，OK，我们刚才说到，的确经济呢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大家生活满足了、幸福了，是不一定要追求 GDP 增长的。但是如果说真的中国有一天大家也都觉得啊，这样生活就很好了，就不想买东西了，真的觉得买东西没必要，那这个东西。 经济学上面会怎么来判断这种情况呢？呃，原来有一个叫罗马俱乐部，哈、啊，就像一个智库一样的，嗯、是呃，他们出了很多书啊，其中有一本呢就是，呃，增长增长的极限、嗯、是，啊、嗯，当时他们就觉得啊，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啊，一天就三顿饭是吧？你就要穿那么多衣服，嗯，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少套房子是吧？但是每时每刻。 你只能用其中的一套，只能睡一张床所，所以到最后的话，那个增长我们看不出来，到底会来自于哪里啊？因为衣服也够了，房子也够了，吃的也够了，那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增长呢？但到目前为止，呃，这个预言都不对，呃，当时的这个预言是不对的、嗯、呃，我觉得他们可能忽视掉了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就人的那个消费和欲望的追求的内容啊。 不断的在变化，嗯，呃，所以像那个他们罗马俱乐部写那本书的时候，没有迪士尼世界的啊，呃、那个虚拟的那个坐过山车的，啊、嗯呃，还有那么多的一个虚拟的人造的那、這个那、這个世界啊，经历啊等等，嗯、这些让我看到就是确确实实。 你只要有不断的有新的创新的出现，嗯，让我们像现在我们都花那么多时间用微信啊啊上网啊，然后啊还有网上的那么多的游戏机啊等等啊，这些都是这个游戏花的时间那么多，大家花愿意花的钱啊也很多，呃，你说这些有是不是人必须要的？不是的，啊，没有这些是活不下去的，但是呢。 这些东西带来了以后，给所有的人，给人类社会是带来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呢？嗯、我是觉得正面的影响是唱主角。所以、嗯，陈老师，因为这个人的一辈子、嗯、尽管活的也是九十年或者是一百二十年，嗯、但是我这一百二十年里面经历过的这个感受，不管是物质上的感受还是。 我就喜欢那个游戏啊，哈、嗯这个，这个这个就就是给我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那个体验了、啊，这个还是蛮有价值的、嗯。你你你所说的是不是经济学里面的 one o one 是说供给、嗯、契机创造需求嘛？当你的欲望啊，你以为啊，我赚十块钱有十块钱的欲望，当你赚到二十块，口袋有二十块。 对不起，你的欲望不会停在十块钱里、那个嗯。对、啊、这个我最有体会了啊！<你><你>对，嗯、但是这个但这个是我觉得其实还牵涉另一个问题，<吗>就是整个产业创新会带来你的欲望，你要消费的目标也在转移。比如说举个例子，刚才我说的潮流教主，他今天也许活的是家徒四壁，只剩下七件衬衫，但是我注意到他桌面上有一个苹果电脑。 那个电脑或者他的 iPad 或者他手机里面可能下载了巨量的 APP，<对>每一个都要花钱。然后他也许不买衣服了，但他游戏里面的角色，他常常每个每个星期花几百块美金在帮他换衣服。哎，而且对不对咱们可能消费的对啊，而且你讲这个供给侧的。 就是最有名的乔布斯，乔布斯受这个日本禅宗的影响，嗯、也是家徒四壁啊。你看他家里就是一个地板，嗯、盘腿坐那儿。但是呢，他搞出这么一个 iPhone，<laughs> 这个他创造了多少人的这个需要，多少这个产值。而且别忘了 Steve Jobs 那个，他坐在那家家徒四壁是吧？他那个房子是弄了多少亿，让他变成最。 高科技的房子，就像香港那个李嘉诚的儿子<对>李泽楷，对那个海边的别墅，嗯、他说什么？那是我是用最简约的风格来规划，真的最可是那那个好像光是规划那个线路，什么你这样，他所有电动电器全部自自动弄起来，什么花了十二个亿。 他用最贵的来做最简单的事情而，而且而且家徒四壁是很贵的，嗯啊、对不对？这个你知道，在建筑跟设计里面，你比如说你要做，很多人崇拜日本那个安藤忠雄、嗯、那种清水墙、清水混凝土墙，那个造价非常非常贵，就是、因为那个工太难做。所有建筑跟设计上面，你看的越越简单的东西越贵，嗯，对。但是、呃、陈教授，您跟这个中国的年轻人经常有接触哈？ 你看，现在不是流行讲什么佛系嘛？似乎感觉呢有这么一些小清新。哎、呃，似乎他们现在喜欢一些个呃无可无不可，哎、呃，什么事儿都不要太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呃，您对此有感受吗？呃，应该说现在这个大家的追求是越来越多元化了。嗯，你像我们那些六零后，可能更单调的，大家都是想到。 中国向何处走？ 哎，对对,对、啊，那个以后中国怎么办？所以我，我这个是我们六零后、嗯、五零后的这些人每天在想的。我是想要走出这个境界，也蛮难的。就对，就当年那个最著名的，就是中国这个第一代企业家，就是改革开放的那第一代企业家。后来有一个人听说坐了牢的，他最著名的段子就是自己坐着这个投机倒把，对吧？<laughs> 但是呢，办公室背后放着一个中国地图，一个世界地图。然后每到周末，带着几个公司的同事到一个小黑屋里，点着这个篝火，披着军大。 大衣，<laughs> 世界形势，世界革命，非洲人民，咱们怎么办？哎，你看，那个第一代企业家身上，他他带有这种这这这这种东西。但是八零后，尤其是九零后，不想这些问题，但是他们追求的个人的那个人生啊，哈，多元化了很多，有的是在我们看来啊那么消沉的。 另外一些的话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啊，中国向何处走？每天那个一吃饭一聊天就谈那个中国的那个大话题，高大上。没错。但是这个里边我们必须要接受一点，就是越来越多的九零后，甚至是零零后啊等等啊，这个，哎，他们这个追求的价值真的是多元化了。那么这是一个好现象，反映这个社会啊，不再像原来啊那么水深火热，那么。 总是处于苦难之中，因为只有在物质和其他的这些问题啊，基本上解决的差不多的时候，那个多元化、个性化的那个追求啊，才有那些物质基础、啊。这个刚才陈老师讲的这个代际啊，我是挺有共鸣的，就是真的是，就是说，像我们经历过八十年代的那些人呐、啊，嗯、像现在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很多人在一块儿聊天儿，嗯、我就发现其实也很单调。 你说要叫我都看出单调来了，就是比如说这个太太们都得互相约法三章，哎，今天这个解放战争以前的事儿不能提了哈，天天聊的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些历史啊这些个东西。但是呢，你相比之下呢，这个年轻人在旁边听了，没就就完完全无无感，他另一个世界。你看那天啊，我看一个台湾人写这个文章，他挺有意思，他就讲啊，小确幸。 嗯，跟你说的这个丹麦的北欧的这个、啊，他认为不太一样。他认为这个台湾青年的这个小确幸背后啊，似乎有一种悲情。他不但是一种，就是说我简朴的生活方式不是这样的，它、嗯、是一种自我安慰。比如说，你看他打个比方，嗯、他小确幸看到一道菜很好吃，拍了之后自拍。嗯自拍 他说：“你看，确小小的确定的幸福嘛，嗯、似乎呢还要发朋友圈告诉大家，否则、嗯、是不确定。比一个这个手势，嗯嗯、是对我自己这个小幸福的一种自我确认。嗯嗯、我确认一下，我我我我是幸福的，但是是幸福的吗？他的意思是在这个背景上，嗯，他当然是幸福啊。他未必，我觉得,我我觉得我未必是幸福的。我们很难，甚至有可能是无奈的，呃，甚至有可能是这个没有办法的。” 没有，我我是觉得说，当然里面有有一些我们说意识形态的假象，你以为你幸福，其实你不幸福。我在想，经常每一代看下一代，也经常难免我从这种角度看。我想起我小时候在家里外面走廊跟小孩玩，我们那个年代玩打屋枪啊，怎么讲呢？要唱豆打出豆黄豆假装啊杀个杀那日日本鬼子啊，打来打去样 那我爸经过又觉得，明天为好玩吗、啊？男人大丈夫要打就真的打。 啊，我们起义吧！我说起义什么？呃，反应反，呃，反应。你爸，瞅反应你。反应，反应，反的很。反应啊，对啊，起义。殖民地人起义这样。你爸这个觉悟。就是，对对，那么，在他眼中看来，你这一代哈，总是觉得，在他眼中太没出了，都不反应，虚无的哈。可是你每一代也每一代的幸福感。 而且更重要是那一代，他不仅是玩这个，他有他其实他立大志的地方，不要小看年年轻人，让小缺幸是好的。